好，我下班了。不是不是，我现在呢要去看一看，去参观一下他们的桌上的东西。听说有很多人，他买了好多手办。我发现了一只机车侠。哇，这好多呀！那你去看一眼。哇，这里还有一只孙悟空。有没有小姐姐介绍一下这是什么？你们要一一介绍一下？对、啊、其实我也有些不知道的。你可以说一下。前面的应该比较多是 Molly， 然后有非人哉的一个系列。好多啊，还有懒蛋蛋，一群。价值连城。我们再去寻找一下。哎，阿童木。这边好多阿童木。还有小贱贱，还有米老鼠，可以哦。那两只，那什么来着？《权力的游戏》。哦。还有一只机车侠，还有一只机车侠。好像没有了，我们出去外面看看。加班申请表。好真实。超级真实呢，这是我们的奖，很多优秀动画片的奖状，多棒！啪啪啪啪，再来寻找一下。我们来看看这边，超级厉害，这位同志，哇，多到怀疑他能不能工作。好多啊，这桌面还能放得下手吗？但是他可以。但是他可以，他真的可以。龙珠全套，天哪！好，还有吗？这边哎，小心！唐老鸭 ，Hello！ 哇，这只是新的。新的吗？对，我刚刚看到，哎，之前没有的。阿童木，米老鼠。耶、我们的里面出这么多别人 IP 真的好吗？这个是我们的开心超人之父黄晓明导演的赞助的，对，一只暴力熊，好可爱哦，好像套娃。哇，这里有个经典场景，哇，很过分，太扎心了，太过分了。这个骑大象的是什么鬼？就是那个姿势的参考的那一种东西，这姿势有点挺哲学的。哲学？这是啥？哦，这个猪好可爱、哦。嗯，其实人家正面是这边。抱歉。哦。老爷。哎，这个座位是佳琪。奥利麦冬，这还有一只。哇，他把电脑放这么前。我们星期五空荡荡的办公室。一小心，一小心，一小心，小心花心。这只啪啪，挺可爱的。哇，这个也太可爱了吧！哦，这个也是北奔角的，这个也是唯一的产品，就是个样板。我的天哪，我可以拥有吗？这可能是唯二一只。这太可爱了，我的天哪！哇哦，好多猫啊！哇哦，好妖娆的 M&M。还有大超，乔巴，哇，他这个椅子好有特色哦。嗯，坐着也是爱你的形状的。这还有一个篮球，它是唱跳 rap 都行吗？哇，还有一个金光闪闪，
这是个什么异形的？哇哦！的魔法，这原来是个异阶，当做武士。本来是哪一面？不记得了，放回去。这样吧，揭秘《开心超人之父》黄伟明导演的办公室到底有多少手办？走，他不在，我们开灯。哇！哇，我们看到好多我们熟悉的面孔哦，是不是？嗯，是不是？嗯嗯嗯嗯嗯，这不能让他，这你们帅气的。嗯，你再看看，哇、哦，好多呀，好多呀，好多呀，巨大的钢铁侠。哇，好哆啦 A 梦，其实已经很晚了，现在还在加班的机车姐在为大家揭秘导演的房间到底放了什么。蚁人，好黑。嗯，黄伟明导演，惊现黄导本人，黄导本人。黄导本人被塞在角落，被挤到这里面，好真实。你这个还很真实吗？二胡卵子。结束了我们黄导办公室一日游，来，让我们用灭霸的响指结束我们今天的拍摄。